别动，大姐，大姐是吧？对，是打劫，不是大姐。劫，第二声 ，OK， 跟着我念一次，打劫。啊，对了，再念一次，别动，打劫。你的语气不对，短一点，不能拉长音，这样才有威严呢、啊。再念一次，别动，打劫。等一下，我快要做完了。啊，我没念错、啊，打劫，打劫也是要等一下的，我的教材要做完了。做教材？你是老师啊？不对啊，只有我们做贼的才要半夜工作，你老师应该是白天工作。你想骗我、啊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我家就这么一台电脑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有四个孩子，每个人轮流做网课，轮到我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半夜了。哦、这么可怜呢、啊？你想骗我、啊？打劫！都是书，没有值钱的东西。你做什么？用手机报警啊！哎呀，我在回答这个家长的询问，帮他解决他网络课程的技术问题。啊？用手机解决技术问题啊？是啊，我们除了上网课，还要帮家长解决这些问题。哎，那正好，我家里哦那个 WiFi 哦很慢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那可能是你的modem太旧，不然呢就是你的 router 没有设定好。你回去呢，你检查一下啊，那个线哦，你就这样子把它拔出来，插回去，拔出来，插回去，插紧一点，检查一下有没有插紧，插紧的话就没有问题了。哦，你是教电脑的？我是教华文的，因为要帮家长，我们已经变成半个电脑专家了。对，你们说重开了，快点帮起来。七八糟！哎，你的这个，你又在干什么？在帮我的孩子下载作业啊！你这样子后面也可以打字啊！我用脚也可以啊！你是表演杂技的、啊？限制令期间，我们老师又要做教材，又要做家务，又要顾孩子，已经练得我们呢，可以一边做教材，一边做家务，左右分工，知道吗？老师真的是不容易。哎。你又松开了，搬回去，搬回去。七八糟！哎，你的这个，你又在干什么？我们要努力学习，才能够选择职业，不要让职业选择我们。今天很高兴的，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小偷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涯规划。请问你是怎么当上小偷的？因为我不是读书的料。然后每次考试呢又考最后一名，所以就走上了歪路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做小偷辛苦吗？当然辛苦啦，每天要忙到三更半夜嘞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要转行呢？那个我们在干嘛？明明是老师还学人家做什么 YouTube。你以为我们想现在学校每天要我们做网课，就好像主播这样，接下来啊我们差不多就做 YouTuber 了。看样子做老师也不容易哦。喂啊，阿哥啊，还没有睡啊？啊，马来文不会啊？哦，本朱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等一下啊，爸爸问一下爸爸的朋友啊。 OK 喂，本朱莉什么意思？小偷，你敢骂我？我没有骂你啊。那本朱莉什么意思？小偷，你要讲你没有骂我？我没有骂你啊。那你讲我是小偷？本朱莉就是小偷的意思。哦，本朱莉就是小偷啊。哥啊，本朱莉哈、哦、就是小偷的意思。哦，还有英语啊，什么字？一列，一列什么意思？白痴，你又骂我？我没有骂你啊。一列什么意思？白痴，你又骂我？我没有骂你啊。伊利亚什么意思？白痴，你又骂我？我没有骂你啊。 1 hour later， 伊利亚就是白痴的意思。阿哥啊，
一定就是白痴的意思。还有数学题啊，一个小偷每天可以偷三样东西，一个礼拜可以偷三天，请问五个星期以后警察抓到他，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几样东西？哎呦，当然是什么都找不到啦。啊，我不了解老师的要求，是老师不了解小偷。 OK， 你爸爸我就是西凶。啊，爸爸问我的朋友，你是华文老师，数学你会吗？哎，什么科学、数学、马来文、华文、英文，全部科目我们都要教，全部都要会。出题目的人呢，一定是没有当过小偷的外行。来，姐弟，不是我不要帮你解，你就这样子把答案告诉孩子，是在害他，不是在帮他。说什么？我帮他解数学题是在害他？告诉他答案很简单，但是这个不是教育，我们要教他怎么样解开这个难题，这才是教育。他这么多作业，每天问这个问那个，多烦，你知道吗？给他答案，快快做完就好了。如果只需要给答案，就是教育。那还要老师干嘛？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学会思考。学校不是只有大考、小考、年终考试吗？什么还有什么思考？思考不是考试。哎呀，不管了，你把答案告诉我就可以了。来，啊，哎，你又怎么了？放弃，放弃。快说，值钱东西在哪里？我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就这台电脑了。不行，我们家就靠这台电脑上课工作，你拿走了我就死给你看。那我就搬走这个了。但是那个风扇坏的，你搬走也没有用啊，你又不会修。谁说的？有两下子哦。除了读书写字，技术东西难不倒我的。那你应该是属于操作型的学习人才。人才？你说我是人才？老师的眼里每个人都是人才，只要找到适合你的学习方式，在对的领域发挥你的潜能，你就能够发光发热。文考制度不适合你。老师，谢谢你，我知道哪里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了。等一下，警察先生，我会在里面好好反省的。谢谢你，老师。